箴言第四章第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如果这个尚且神要求一个平信徒都要做到这样，何况是一个牧师呢？所以这么多年当中，我自己看自己是一个侍奉者，而我只是够胆话，即是我尽量去做的标准是以一个平信徒标准。OK？ 但实际上我是真的以一个平信徒的标准去看我学不学习这些牧师。咁平信徒嘅标准过唔到，但我喺责任上面咧，我就要看我自己嘅领袖，因为我喺身份上，而家当然啦，我系你哋嘅领袖。咁如果系咁嘅话，冇办法啦。我既然系你哋嘅领袖嘅话，喺责任上，我一定要看我自己系领袖嘅情况底下咧，系要求系更加高嘅。我唔能够看要求低，就好似扫罗咁而失去个皇位，然后就话我乜都唔知哦，俾藉口自己哦咁样。我哋唔可以噶咯，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哋唔系扫罗嘛，扫罗仲尚且可以去第一次犯，前无古人底下，我哋根本系有圣经话俾你听，咁样犯系唔得嘅话，我哋犯翻同样嘅罪，我哋个罪就更重啊嘛。所以变咗，我见到好多嘅侍奉者，根本佢哋个罪仲重过扫罗。咁你叫我点样可以称赞佢咧？点能够喺你面前称赞佢咧？点能够我能够可以喺日口称赞佢，个心又觉得佢错咧？唔会嘅，你口去讲得称赞佢，或者系话嗰样系啱嘅话，你嘅心就一定会学噶。你一心一定会妥协的，冇几耐你就会做翻嗰样嘢。所以你发觉咧，就算即系如果我唔系自转嘅话啦，我哋偶然字里行间提到呢啲人嘅时候，我都会有时提到，你觉得系夸张嘅嘢，或者唔俾面嘅嘢，咁甚至可以话得罪好多出边教会嘅呢一啲嘅嘢。但好多教会唔知道一样嘅做法就系，我咁样系得罪佢嘅话，但系佢哋咁样系得罪神。咁我宁愿得罪佢咯，我好过得罪神咯，因为佢哋成班喺度得罪神嘅话，咁关我咩事系咪？即系佢自己咁中意做得罪神，佢与神为敌啫系咪？但我哋教会唔系啊嘛。开始嘅时候，如果我搏埋条命咯，为咗跟从神，我为咗卖佢哋情而得罪神，咁我为咗乜嘢啊？佢哋就为咗佢哋功名利禄啫，但我由头到尾都系放弃功名利禄去跟从神噶。咁我为咗啲乜嘢去得罪神啊？为咗佢哋啊？所以我不是傻的嘛，是不是？那他们因为穷，可能因为其他理由，他们宁愿得罪神去做这些事，但我既然得罪神的话，我宁愿，如果这件事是得罪他们的话，如果这件事不是说更加耕耘到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麻木了，已经是很矜贵，不受得攻击，不受得人家指责他们的错误，那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嘛，不是我的问题嘛。当我不得罪神而得罪他们的话，咁就继续得罪啦，由得佢。因为我一定要话俾自己听，我唔可以咁样做。咁做连一个平信徒都不如。神对一个平信徒嘅要求都尚且高过呢、这个，所以我内心唔学习佢哋，甚至仲要倒转，甚至系相反佢哋而做嘅话咧，咁我口如果讲起上嚟嘅时候，或者提过呢个题目，或者轻轻带过，你都会从字里行间当中咧见到咧，可以话好明显去贬低佢哋。因为我与这种标准是为敌的嘛，我与这种标准因为为敌的话，我的心就永远不会做这件事。因为我的心，我绝对不怕得罪他们，我的心最怕是得罪神。那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是会说这样的说话，他对于法利赛人、文士和撒都该人说的说话为什么是这样说，那你才会明白。不是因为主耶稣骄傲、啊、你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你想想，你当你想想先，你调回转想想，如果主耶稣都讲相反的说话呢，他说哇，法利赛人又可爱又美丽，撒都该人又爱神又英伟，文士应该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如果他真的这样讲，我绝对觉得他不会得罪法利赛人，不会得罪撒都该人，不会得罪文士，不过他会得罪谁先？弟兄姊妹，问心那句OK， 好，咁但系问题，如果主耶稣当时咁做系得罪神嘅话，咁点解而家我哋咁做就系啱咧？嗰样系错嘅话，而错到让人落地狱嘅话，咁主耶稣基督先责备啫嘛。主耶稣基督系以呢一个成为佢自己同佢门徒嘅标准，所以变咗当一讲起呢啲人嘅时候，佢就会咁讲，就系咁解啦。所以你要睇到呢一种现象啊，当你跟从神嘅话。不能够口是心非呢，其实主耶稣身上你都见到，只不过就好些人去不见惯
在耶和华身上会这样做。但问题又见惯在耶和华身上有神的恩膏，其他人没有的。见惯在耶和华身上的可能教导和启示，其他人又完全没有的。在我们当中的教会当中，年复年，日复日，一日都不差神的带领，是其他教会万中无一的。OK， 咁但另一方面咧，佢又要我哋似其他教会咁厚事心非要。OK， 咁在我嚟讲，咁呢啲人，你最好冇翻我哋教会，你最好落地狱啦，走去第二度啦，因为你个落地狱唔好带入嚟我嗰度。所以好恐怖嘅，有啲人咧明明自己信仰差，但系都仲要用佢嘅标准加诸喺我哋教会。啊，佢知道我自己唔得噶啦，我自己唔系咁好噶啦。不过如果日话你咁样做咧，我就会翻你啦。如果咁做咧，你就会。更加好了，我是差的了，不过日华你都美中不足，但他不知道呢，他不知道要将他自己的妥协和低标准呢加诸在我们身上。但最惨的就是很些人呢太过留意人的接受与否呢，没几耐就会被这些跌倒的人影响。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些人没有深思这些经文究竟讲的什么。有很多人呢他根本是看风使你开头或者会因为啊神的同在在我们教会去震慑，但久而久之，因为来自他们不是对圣经有这种深度的认识和执行，因为你未必有这么深度的认识，但你执行惯的话，那你就会知道是为什么的嘛，还有为什么这样做，还有为什么这样说嘛。但有些人又纸上谈兵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不行真理的人到最后都害了自己。开头他想着就是爱不爱车边可以进入这个复兴当中，但到最后他就成为这间教会的批评家。当然他自以为批评，但是以他的身份去批评我的话，他就是论断的了。当然我的身份去讲，譬如我讲给你听这些牧者，十几年后他讲我又是牧者，他又是牧者，但问题我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见证顶晒拢，我是批评他，我不是论断他。因为在罪的当然他会做得厉害过我，在犯罪方面这些牧师，但在跟从神的话，在这么多年里面，我却见到他们那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还有当时他们所做的根本是连一个评商徒都不如。所以我就不是论断，我最多顶笼是批评的。但好些这些跌倒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做的是论断，但论断就一定落地狱的。所以这点我觉得在我自传就正好是一个时间和大家去分享这个的心法。但这点我想和大家在这点再进深一点去讲，在另一个叫做环境的时候呢，就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的。就是怎样环境呢？箴言第四章第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尽道之圣所，唱赞美爱歌，要献上我心，愿主今祝我。活在你爱中，今安然躺卧，愿我心灵重获温暖。存活地上仍然定神是我帮助，纵遭险阻心欢欣赏情况中赞歌。心中因你安静并温暖，独有你保守我，你伴我肩风波，欢欣将重压困全冲破，能沉着肩步，全能做麦嘴爱我。